有小朋友讲说吼、哦，抬起来好吧，我们脚踏车把它用起来啊，变速变档，然后慢慢去转，有时候链子会带上来，那就 OK 排除。啊，如果没有办法呢，怎么办？它卡住了呢？来，用报名呢？如果有变速，后面有变速器，压着这个后腿，压着后腿，用一只手勾起来这个链子。把它挂上去你的那个齿盘里面，有没有齿轮是一齿一齿，你的链条也是有一节一节的，把它挂上去。挂好之后，再慢慢去转，看你有没有顺。这样是不是很好？其实手不会很脏，有些人。